湾嘻哈厂牌龙头 AOMG 举行巡回演唱会，五日在台湾登场，大师兄 Simon D 压轴现身，带来一连串名曲串烧，让全场嗨到不行。除此之外，他还走下舞台和粉丝互动，竟意外得到多件粉丝们提供的胸罩 ，Simon D 自然的挂在身上，笑问：“这该不会刚脱下来的吧？”更直喊：“我可以再来开演唱会吗？”看得出来，对台湾粉丝们的表现非常满意。随后他也聊到结婚话题，问到要结婚吗？接下来直接开撩粉丝，既然来台湾了，就顺便在这找一下老婆，掀起全场最高潮。